三十日可以做啲咩？我英文卷一同卷二攞到95分同92分，多谢 Stephen。三十日，英文卷一进步咗26分，英文卷二进步咗11分，英文考到 A， 多谢 Stephen。三十日跟住 Stephen 又进步咗，考到94分，多谢 Stephen。跟住 Stephen 三十日英文升咗19分，英文进步咗10分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跟住 Stephen 三十日。英文卷一由92升到95，卷二由95升到98。Stephen 话会送份大礼物俾我，好期待啊！30日，我英文由45分同埋33分升到76分同埋70分，多谢 Stephen。